大家好，我是天意音乐主播芝芝。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张特殊的专辑，古琴艺术家赵晓霞和制作人梁开伦用传统的演奏方式搭配现代时尚元素，通过极具科技感的当代音乐氛围，把古典艺术和现代结合起来，构成了情怀古今。本期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将跨越古今，感受明代清音韵古、重离世情的恬淡。余韵延绵。本期的音乐分享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点赞关注哦。